而且你遇到一个很敢换的一個塔杀闪马，哎，但是 Maple 是闪到了塔下，第五车能够往旁边拉，反身想打伤害，但是自己的人头已经送出去了。是那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有风险的事情，因为你知道卡莎就在附近的，所以哦，对，就不能做的。哎，转角 EQ 串起了两个人都盖大绝蜘蛛，瞬间秒杀，风风也危险，交了闪现。雪火飞炎打到了这个双石像，但是马上来到 Rest 的身边，波波再利用了这个大绝逃跑。就是说，伊比这个也只能 Q 一下而已，但是也清不炸大绝是空的，然后配上这个凯特琳的，哇，这是一个闪开，有朝住，但是杰哥这一波伤害看起来应该说后面伤害补的不太足够，皮皮架狙击 Rest 进场被套了虚弱，一枪两枪三枪第四枪射下去是空的，波波也赶过来铺了一个碎裂地表顶回，没有顶回任何的人。来看一下六鸟区域。秘密弹是马上就要自己的闪现先逃脱，杰哥开到秘密弹盖了毁天秘密之后，杰哥往后一滑，但是秘密弹是死了。下路不是正路走出来就好了吗？但是有可能节省，我想节省闪度接大绝炸，把风火炸回来，怎么样秒掉了？冰河连击敲把杰哥给敲下来，往前风火这一波还可以打上来点一下普攻，把杰哥给杀了，拿到一个双杀，真的迷蒙效果也只打出来，在蜘蛛身上 triple kill。爆表输出，救了，真的，真的是非常没救。这场往前闪现，但是这个 Q 技能又打在 BB 身上 ，BB 看起来也走不掉了，伤害太高了，又是 Maple。不是这个，对啊，去阻止他们，或是两边都你漏好，我也漏好了，那我们来拼后期伤害。哇，布朗姆这个被动的控制有点太 OP， 而且杰哥又不要进场被冰河猎蜥给敲下来了。这一场布朗姆就真的非常的重要哦，难怪你昨天在对上我们奥米加咆哮队想要继续打，我刚尴尬了一波，在中路单杀有一点点血量，小高跑掉了 ，Rest 用散弹枪往后逃，但是旁边赶过来支援的 Maple 伤害很高，先用自己的头带解开蜘蛛网的绑，但是现在看起来 Alex 也危险，先撤出了整个野区里面，后面 Rest 闪上去来砍 Maple， 但你确定这一波还可以反打 Rest， 在旁边是击杀掉了 Maple， 而且是拿到 shutdown 的金钱，很狂哦。我们看啊，这有哦，用炸药包，炸药包卡开的，所以啊，这也不能，这也不能怪 Maple。他刚是 Q 闪嘛 ，Maple 是 Q 闪，他要抓他的，可以稍微顶一下塔。然后下半部又打起来了，然后这边秘密弹就只要防守就好。Rest 开了大绝，往后冲啊！哦，跑掉了，秘密弹跟不太上，但是秘密弹还想追，因为库奇也来了。这个画面好像曾经看过 ，EQ 进草先确认对方的位置 ，Rest 往前夹了一下 Maple 飞射甲夹，但是小嘎马上被打掉 ，Maple 伤害太高，盖了毁天灭地 ，Rest。来不及把小刚给叫回来，就自己倒下了。啊，这个是最近很常看到，随时有机会就可以。喂，秘密弹 EQ 没过墙，被蜘蛛网绑到死。常看到就是漏了好几个人出来，然后另外两个人偷打，打到很远的那一种。对，打到半血的时候，那两个人走进来。这样顺利的踏上了决定上路的高地之后，冰影守不守得住？决定有没有守？直接开了，这边是吵到三个人，战争杯三个人，来看看后续的 Betty。怎么拉打？哇，是一个九一四六往后跳，对的，进场之后坦克全部往前顶，根本没有人碰得到 carry 位。Betty 被这地自己顶了一下之后 ，Alex 在侧边吃了烽火之雨，赶快逃开。但是 Betty 还有半血以上啊。说对方就要退，可是往坦克那个一定是要往前骑，不然他能往后跑吗？来开大绝，交闪现先逃开，把所有人都关在里面。九龙闪渡，莫莫这波危险，被秘密弹一枪给插死。但后面库奇的伤害太高了，又是绑住蜘蛛网，应该说跟着是一个这个晕眩效果打到，然后直接把克雷德也给打死。但看起来这场比赛是要结束了，就算 BB 架了狙击，他使用了 Ben 的冠军造型。但是也是没办法挽救现在整个局势，看起来是要结束这场比赛了。Betty 往前直接点伤害，把 BB 赶回了温泉里面。这三个大，哇，真的完全把人家点死啊！这个2-0，这个大坦在前面的威胁性真的太高了。哇，团战没得打。